大家早安，我们今天人在日月潭，那我们住的饭店是日月潭饭店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们住的这间呢、啊、就是一打开外面就是很漂亮的湖景耶，所以今天如果不跑的话很对不起自己，然后还好我们就是有备而来，所以现在 全副武装，等一下就可以去跑了，所以今天虽然没有补给没有任何的活动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跑，就是我们带大家去看这边的湖的景色吧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开始跑咯，就跑在这个脚踏车的步道上，来让大家看看我们前面的景色吧。哇，好美哟、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你看到那只鸟站在那个石头上，我以为啦，我们已经很早了，其实也有人。就是比我们更早起来，住日月潭附近就是要早起啊，早起来看这里的景色。船呢、欸？哇，这边很辽阔哦，好美哦！漂亮！咦，好赞哦！跑在这木地板也是要很小心，就怕翘起来会勾到，不是很平。好美啊！现在上山，空气真的很差，一直弥漫着一种汽车的汽油味。希望可以跑个至少啦，至少7公里，可以多不要少，加油啦。现在没什么车了，感觉那个空气就好闻一些。哎，才说没什么车就来车了耶。好漂亮。
那鸟叫好大声哦。哎，这是永捷桥，哎，短短的，但是也蛮有氛围哦，是这样。来走了之后就永捷同心嘛。加油！谢谢。加油！太厉害，能够身材这么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我要拍照哦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我们一起来尾牙的同事跟同事的家属。哇，你看，多漂亮！这边是同心哦，刚才那边是永捷，这边是同心，这点也太漂亮了吧！后面的落，你看这一排就是虽然是枯掉的落羽松，但是很有氛围耶。记得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，这里超多人，就是刚好那时候是假日，所以然后又是傍晚的时候，这边超多人的耶。今天来就是很早，没有人。刚刚停下来拍照，拍够了。对，哇，这边也很美耶。之前日月潭的马拉松的起跑点在这边，落羽松真的很漂亮哎，跑完这一段会掰开、欸，这斜坡有点斜哦。这是一片野草。在这个山里面，感觉空气比较清新，然后也比较凉。只是经过一些杂草的时候，会听到里面有稀稀疏疏的声音，有点可怕哎、欸！到底什么东西在里面啊？我不会跑下山的，我是不会跑下山，感觉那个。都要用膝盖，哇！不杀不杀怎么跑？然后往顺势往前。真的、哦？怎么办？我都杀哎、欸。杀很多费力呀、啊。啊，真的很费力。顺势给它跑下去。不就很快？快就快啊！你人生最快速就是这个。啊，不要傻哦！我看一下哦，那一样是整个脚板落地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嗯、啊，不舒服哎，跑下坡，我感觉都要冲下去一样。我不傻，你看，我不傻就长这样哎。哦，好吧，对啦，没有那么费力是真的。
从那个山跟山之间这样窜出来，哇，好漂亮啊！现在回头了，我现在就是沿路看这个我们回头的风景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今天会跑多少公里？七公里多。回到去要加长的话，再加长吧。啊，加油！谢谢。山里比较没有太阳，好太多了。这太阳一下子出来，太热了，无法相信现在是冬天哎。但是据说过年的时候又变得很冷很冷哦。今天是蛮热的。啊！不要抬头，我怕你被吓到。啊！什么东西？这上坡了。哦。我已经看到了。上坡，上，一二三。OK 啦。A piece of cake. 开玩笑，要继续上哎。Second piece of cake. 这斜坡，真的不是开玩笑哎，前面。还有一个斜坡，啊，一只喵咪耶，
原来这草丛里面稀稀疏疏就是猫啦。还有什么老虎吗？哎、欸，它又不见了，那只猫。我以为可以跟着它跑哎、欸。在那啦。哪里？下面。哎、欸，喵喵。它不跑了。猫是很聪明的动物，它怎么可能会做这么累人的事情呢？那个愚蠢的人类啊，你要跑，你自己去跑吧。我才不要跟呢、欸！哎，好吧，他是对的。嘿、欸，好了，下坡下坡。哎、欸，啊啊，松鼠松鼠，不要跑不要跑！哦哦，松鼠，嗨！我现在知道了，原来这些丛林里面除了有猫，还有松鼠哎、欸。刚跑来的时候，才在这边自己问自己，结果回程的时候，他们就给了我解答，直接出来给你看，就是我，就是我在里面啦，好可爱，看看那只松鼠。绕一下这个游客中心。去年的时候，我有来当这个啦啦队呐喊加油的啦啦队，所以呢，有来到这个日月潭的马拉松，但我没跑。那就是他们就从这个游客中心起跑，然后终点也是这里。哇，很漂亮哦！啊，我们又要回来这个很漂亮的地方了。啊，红星桥又再过一次了。这就是所谓的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哎、欸，早起吼，人就很少，然后这些景点就是任你拍，你爱怎么拍都可以，拍任何的角度都可以，就不会有人遮着你，你也不用那边等待轮到你。这边下面有个凉亭，是吧？现在的动力呢，就是要回去吃饭店的早餐。哇，好晒啊！啊，老天爷对我们也不错，跑在这个一棵树都没有的这个桥上，突然间变微微的阴天，哎呀，来了来了，太阳又出来了，但是没有刚才那么晒。趁现在加紧脚步，前面就有树荫了。
那一栋啊，我们要跑那边去。你看那一排的落羽松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终于要到了，就差前面几步。唉，好开心哦，虽然是来玩的，但是同时还可以兼顾自己平时的运动的习惯，觉得是蛮好的。嗨，早安。差几步就到终点了，没有啦啦队，当自己的啦啦队吧。耶，快到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耶，不行，我要冲一下线，冲线喽！耶，冲线冲线！耶耶耶！我们现在已经跑完了，回家之前来跑一个这么漂亮的景色，我觉得非常值得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吃饭了，耶！